事到如今，我也顾不得了。你打算怎么样呢？杀了他，灭口。哎呀，杀人哪还能挂在嘴上的呀？死人，你的胆子倒不小，不怕有王法了？不见得，你们会说出去吧。 我们可不保险。夫人，你救救我！我这一辈子跟你做牛做马，做狗。死鬼，风流的时候怎么不想到我了？滚开点！春桃，我上次拿回来的孔雀蛋放在哪儿了？在箱子里。怎么？ 你们要用毒药？难道要他死在家里？你跟他打官司去啊？哦，是是。春桃，把蜡烛拿着送我来。哦。玉珠，我哪儿还有脸再见你？ 妹妹，哎，这位是我们家夫人。哎，真是可恨透了，那些男人呢，都是贪新鲜的。妹妹，我知道你的心里头很难过，真是，这也不是你的错。来，到我房里去歇一会儿。夫人。 也谈不上什么惭愧不惭愧的。哎，你回去一定得瞒着人，千万不能说出去啊！夫人，早饭来了，快点趁热吃吧。 吃饱了，好回去。哎，我完全是一番好意呀，多少吃一点，你都饿了一天一夜了，连我都有点心疼了。 难道你连我都怪上了？我吃不下，就少吃一点。来，对了，我们女人心肠。 总是要软一点的。
实在吃不下了，谢谢你的好心。啊，春堂，那么你替我送一送。好。啊，好了，回去吧，想开点，过些时候就会忘了的。我不送你了，你自己回去吧。Thank you.